哎呀，坐。哎，小刘啊，等一会儿再收拾吧。净添麻烦。这中华还白皮儿的呢啊！别动了，姑爷送的吧。你这气管病的事儿啊，我给你问了。嗯。说是不属于工伤。 怎么说的呢？看，我给你记下来。由于工作需要所导致的职业病，这属于工伤。你这不属于职业病啊？哦，行，明白了。那谁，姑爷非让问了。 问问，应该，这要是能算工伤，嫂子那边不能宽出不少吗？那算的就宽着点儿，不算也紧巴拉点儿去。<笑>是，姑爷那边啊，正排着队等着孝敬你。干啥呀？拿抽去。不用，抽着不是还行吗？那还说啥？那这是抽，将来还有。哎呀，这退了。 打算干点啥呀？啊，那个在局学生队过去不那个长征组歌唱过领唱嘛，公园老年合唱团非让我当团长，完再说啊。橘子味可正了，哎，那给嫂子拿着吧。拿一个，你嫂子就是饭后一个果，习惯了，拿多白瞎。<笑>退休之后也得走的嘛，对吧？必须的。好，那天呢，我去看嫂子去啊。 哎呦，这位大哥挺有福啊！咋的？你看你那两个耳朵多大呀，耳朵大有福。你会看呢？还行吧。多少钱一挂呀？我不算卦，我卖狗。你看咱家狗啊？卖狗你管我耳朵干什么？我就是想给狗找个好人家。
我让姑爷他们呢晚上回家一趟。干啥呀？你这一退下来，这钱瞪眼省一半，我这一天花销多大呀。自己想办法呗。想啥办法啊？你黑着气喘的，重活干不了，窍活又没啥技术。啊，我的机械工不是技术啊。你能到街上摆摊去修火车去啊？哎呀，你就别瞎操心了啊，老宝贝儿。你目前的任务就是放松心态养好病，我呢是调整心态别得病，确保咱家一家一个病人的基本配置啊。你怎么这个愁呢？又不是孩子们条件不好，咱硬逼他。姑爷少喝一顿酒啊，都够我在这儿补半拉月的。理儿是那么个理儿，可账不能那么算。哎，这橘子味儿才正呢。眼皮咋还贴块纸呢？左眼跳财嘛。那是你没睡好，拿去。别丝儿。孩子们去你可得说啊，就说是我说的。我说你听见没有？别丝儿。组织上决定我留下，我要服从组织决定啊。你也留下了？是啊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医院。不，我不能回医院。小白同志，那你留下。嗨，还怕没事做吧？走。大代表何书恒，1935年2月，从江西向福建转移途中，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。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，1935年6月18日，在福建长汀罗汉岭英勇就义。陈毅。红军长征后，他领导了3年艰苦卓绝的赣南敌后游击战争，是唯一没有参加长征的共和国元帅。我谷李德同志，大部队已经出发了，我们过河吧。啊，再外一点，再外一点。就是个臭姑娘。来，大哥。24小时挣钱，全天候充方便呢。不充咋整？我要有你这好待遇，也不遭这罪。退了？真假的？嗯。光荣了。哎，充你袋1块1的啊。还包榨菜呗？不用，我这里啥都有啊。这铁路上退休金咋也比地方多吧？多少不说呀，关键是这人没了之后，还追加1年工资呢。要不说咋没法和你比呢？这退了以后打算干点啥呀？上文化大楼整把宝剑，上公园耍剑去。挺潇洒呀。
啤酒什么卖的好啊？物业要来呀。他不来，我就不喝酒了。来点小食品不？你都来都垃圾食品。这时候喝酒啊，就是新闻联播就酒吧，国内新闻喝一瓶，国际新闻喝一瓶，剩下两瓶重播时候喝。那你这酒喝着，这太有意义了。不是被迫拆散，而是为了革命的大局啊！小伙子，啊，这是子珍，那多少钱？特意为你们打的两双草鞋，卖的咋样？都给你用得着。大前门，好牌子了，毛主席我收下。净扯，毛主席能抽这便宜？主席，吃饭睡觉，咱俩干点啥的？啊，哎。你可以管着，就这个长征，毛主席抽就大前门，俺小平同志没烟来管毛主席要来。可卿同志，高低尝试，我看过呀，我咋没看着呢？他要是有个三，那就发霉了呗，抽烟怕发圈嘛。主席，您放心，就要这个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。咱抽的不是价钱，咱抽个信仰。面、酒、烟，你有多少钱？送君千里，面一块一，嗯，烟一块五，嗯。四瓶啤酒，六块四，多少钱？九块。你要多保重啊！老人来的病。嗯。再见吧。嗯，那钢镚儿，哎，不，换个纸币。写的啥玩意儿烂糟？你这换。大哥，你这么有心眼的人，怎么这么斤斤计较？今天不过去了，那谁，那个女儿姑爷过来，那我退了吧，这要给我搞个仪式，开茶会儿啊。行了，我不过去了，你先跟别人跳吧啊。好嘞。哎哎，来了，你等会儿啊。平啊，等一会儿啊，平啊。你妈挺好的，还行啊。单位忙不？
还行。平，多穿点衣服啊，屋里冷。爸，哎，你这跟我妈演啥来着？啊，那个长征组歌吗？我是领唱，你妈二重唱。平咋的了？感冒了。吃药没有？吃了。我爸给你弄果盘，拜拜火。这个在你家啊？吃的腻呀，那小陈也感冒了，一起跟着拜拜火。咱俩，在夜三弄点宵夜。来这个。每天。哎爸，嗯，那大军不说要来吗？他哪有准儿啊？来瓶雪花，轻松一下。行啊。来上桌，快点！哎，我的雪花啤酒，畅享成长。好嘞，哇！这个我先提一杯啊。这个祝春阳在新的一年里，更加辉煌啊！谢谢了。祝小平感冒早点好啊！无情，岁月流逝啊。那个，别把那个东西。这个，时间无情，岁月流逝。我呢，一晃就。那啥吧，你接着说。啊。谁呀？谁不是？谁也不是谁呀？爸，你说。我让你说。谁打电话？没说谁也不是吗？谁也不是，你咋不敢接电话呢？行。干啥呀？春阳不接电话，这不也是尊重我们？你让爸说。这个时间无情，岁月流逝。你开开。你背完了是吧？你开开！干啥呀你？停！快停！咱俩有事咱俩解决。你别老在这老人面上，行不行？你少在我爸面前装人！哎呀，停停停！给你脸了是不是？停！给你脸了！
爸，有点事儿打电话吧。12摄氏度，哈尔滨晴转多云，零下1度到9度，长春晴转多云，零下2度到12度，沈阳晴转多云，0度到14度，天津多云，7到17度，西安阴转晴，7到20度。多少钱一算呢？这玩意儿啊，3块。那边2块啊，那上那边算去吧。算后半生的1块5行不行？咱都是一生一生的算，没有算后半生的。前半生都活完了，用你算啥呀？3块钱，挣你个形象设计。设计啥呀？套蓝布子，照张大头像，挑个形象，一合成老带劲了。先设计啊，先算命啊，先挑选。过来吧，贵重物品自己拿着。蓝布上，把帽子摘了，低一点儿，整个人低一点儿，再低点儿，微笑，好了。名王克美，你咋还叫个女的名呢？叔，啥女的名啊？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，雄赳赳气囊囊跨过鸭绿江，那最男人了。出生年月日？51年4月28号。过来选个头型吧。这太年轻了，不像我了。这还整着古装来了，这个翻吧，你再翻一个。这啥头型啊，这烂糟，翻吧。哎呀，这是学生时代，整着胡子来了，这翻吧。
哎呀，还好性感，咱可不敢性感了。谁？这谁呀？这姚明。别找姚明了，姚明。眼睛咋还干青了呢？这谁呀？这这超人。咱当正常人吧。哎呀，这家伙翻。这谁呀？这是新疆的阿拉伯的。新疆的。翻。哎呀，蒙娜丽莎微笑的能整。翻了，这微笑。哎呀，这是翻了。这谁呀？这关公。不敢当。哎呀，这没有好的了。没有了，就这些了。你往回翻，我挑几个。你再翻。这个吧。这个。这跟我年轻时候挺像。啊，行。正面是象，背面是命。哎，姑娘，我，你这玩意儿准吗？咋不准呢？电脑的高科技算命。那我这命好啊，你帮我看看，你看这是不是属于好命？哎呀，叔，我发现你是福相啊，是不是？你看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两耳垂肩啊。你看这写的啊，妻儿老小皆如意，不需劳碌自亨通。啥意思啊？就是说你老婆孩子全都如意啊。那自亨通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说你啥都不用干，好事都主动找你来。哎，姑娘，就这点意思。红军都是钢铁汉，千锤百炼不怕难。
为了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。有关部门开展电视近万家活动，向红军长征沿途地区发放一批彩色电视。一位老人抱着彩电感慨万千地说，党的关怀就是动力，我们一定要发扬长征精神，不能再有等靠要的思想。姑爷去了啊？咋说的？那是来张六，怎么样啊？变没啊？没有。没变。几天了？3天了有。三天了。不行就用点开塞露吧。太遭罪了那玩意儿。那老不变也不行啊。不行就揉呗得。多吃青菜。是，那谁那小周也常嘱咐说那个粗纤维、芹菜、蒜苔、顺气萝卜啥的也常溜着能吃。对，但营养必须得跟上啊。营养没问题，你看晚上水产，中午肉禽，早上你看这肠、花生米、鸡蛋，有荤有素的，是不是？跟宾馆一个标准嘛。这家里条件多好啊，乐观点。是，你看，张大夫说了吧，乐观点，就这话比吃啥都有营养。愁也一天，乐一天，不乐多冤呢。你看，你看。一笑也挺带劲。那过去年轻时候的铁路局宣传队，文艺骨干，二重唱，遵义精神永放光芒，那挺带劲。一化妆，我看剧照。行了。人呀，这张大夫跟咱都挺是，你看家还都珍藏了多少年了。你看哎呀，这么带劲呢，是不是挺好的？实事求是，这不吹牛是。那行啊，你先吃吧。行，哎，好，行，哎，好。你瞎乐啥呀？乐了啥呀？实事求是嘛。那啥，对了，你跟那个姑爷到底是咋说的呀？哎呀，平时吧没注意，昨天往过那儿一坐，这家伙比他还绑。你说我这体格，自己干点啥不就完了吗？哎，那谁，那个老张太太咋没看着呢？抬家等着去了。对了，老张太太临走的时候，她闺女给你留个条，说啥网？啥网啊？啊，网络商务。那个不想出人头地，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不易。那个不愿登峰造极，首先要问一问你自己。哎呀朋友，你有没有自私自利？哎呀朋友，你有没有自暴自弃？哎呀朋友，你有没有尽心尽力？不努力怎会出人头地？那个不想出人头地，那万丈高楼有平地造起，不要空想登峰造极，大海洋远流于小水底。哎呀朋友，你必须要先人后己。哎呀朋友，你必须要自食其力。哎呀朋友，你必须要自强不息。到头口罩戴下来。
姓名？王康伟。五一五二的？五一的。55周岁吧？啊。单位？退休了，没单位了。原单位？铁路机构段的。修火车的？嗯。干多长时间了？40年了。我问你干传销干多长时间了？刚进来嘛，刚进来，刚完你们就来了。谁介绍你来的？那谁，我爱人不住院嘛，完了他有一个病友，他女儿就给我一个地址，说是网络商务。我寻思，你说网络不违法，商务也不违法，这没想到搁在一起就违法了。没想到的事儿。我告诉你啊，头脑要清醒一点，那是骗你。起个好听的名字，告诉你能挣多少多少钱，先把你骗进来，再让你去骗那些亲朋好友，知道吧？嗯，我这万幸啊，这是头一天，你们就来了，要不然你说我这我要你说县里头一圈一圈骗下去，你说怎么整？老哥，你记住了，天上不会掉馅饼的。过去不有那歌词吗？幸福不是毛毛雨，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是苏小明唱的这个歌。你想啊，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儿？就凭你这体格，干点啥不行？蹬蹬三轮车，找个地儿擦擦皮鞋，这钱挣的堂堂正正，光明磊落。一天下来，晚间回家整两个小菜儿，烫壶小酒，喝两口，一觉睡到天亮，多好。这以后就明白了。买产品了没有？没有，我是刚来，刚跟拧了两下，你们就进来了。先到这吧。啊，签个字。行。就在这儿。来了，大哥。哎，等会儿啊。哎，这报纸。哎，拿来。大妹子，一天能拿几双啊？10多双吧。一个月能挣500块钱呢。反正也剩不了多少的，那够花的吗？我家老头在广场那边也干着呢。哦，连锁店。啥连锁？能干就干点呗。饱和呗呀，这个行业呀。反正饿不死，也撑不着。那个工商和税务这块怎么收呢？大哥，你是干部吧？怎么看出来的呢？有点像体察民情。下来走一走。有人民日报吗？有，自己找。哎，哎，嘿嘿。呀，去年的。那新报纸不得花钱呢？大姐呀，嗯，你知不知道你因为什么挣不着钱？为啥呀？就因为你这儿没啥看的。
啊，这广场那边有个女的，那棚子里边挤挤叉叉的，那人老了。那他让人家看啥呀？看脸蛋儿呗。哎呀，那女的长得老漂亮了。你看那你撇啥嘴呀，大姐？就咱们说，大姐，你看你也就长成这样了，你是不是？你莫不如在这放两本小人书，啊，人家不愿看你的时候，看看书不也行吗？老弟，你真幽默。幽默啥？我这给你出招呢，幽默。谢谢老弟啊。好了，看看，行不行？哎呀，哎呀，嗯。这黑点是啥呀？啊，这不崩泥吗？啥泥？这不鞋油吗？这崩的泥吗？你你看酱啥？这不鞋油吗？你咋整？哎，那个，你赔我这双袜子，还是免得装擦鞋钱？哎，老弟，你看这鞋油，你看这黑的发蓝，你这个你看啊，你看这一搓一弹带灰的泥。不是，这有你啥事儿啊？不是我，是我就完溜的，我还有事儿呢。整鸡的不是棚子拆了啊？老弟，你别走吧。走吧，就你这样一辈子挣这么大钱，就这么干活啊？瞅啥呀？你这小伙真有性格，瞅都不让瞅了。行，走吧，咱也不愁了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你说的。行，大妹子，别生气。生啥气？碰着好几个了，来，该你了。哎呀，皮鞋忘穿了。大哥，慢点啊！哎，哎呀，王胜美，哎呀，张哥，哎呀，多少年了？好几年不见了呗。啊，这你在这啥呢？那什么，那个练盒子吧。嗨，老瓜，没事啊，整上呗。哎，马上打了，咱喝酒去。不行，我那什么，你弟妹那个中午得给她做饭。啊，弟妹还挣不差呢。啊，嗨，咱俩去上饭店要俩菜不就得了吗？啊，不去了，改天去吧，改天吧。啊，多少年不见了啊，别拿扭了。我哎，把头调过来。好，把头调过来。木梅饭庄，咱俩小，我请客，行不行？我真行，那行。哎，我的去吧。安的啊，你能整？那你干啥？你不得琢磨啥？这都啥时代呀？啥都有，美声的、风俗的、小品、相声、民族的，想听啥来啥呀？这叫音响一开，顾客自然来。我就问他的声来的。我还可以调到半导体的。齐庄挣钱不？挣几个零花钱儿呗，有啥核心技术没啊？啥核心技术？有体力就行。
我蹬两下啊！啊，我替你蹬两下。你替我蹬两下，兴趣啊你有啥呀？我给自己做个体检，看体格顶不顶愣。那你蹬行，那你到地方可不能不给钱呢。哎，老弟呀、啊，你也太小心眼了。你知道他是谁不？我的偶像。你蹬车呀是劳动，人家是健身。压着脚去呢，你可慢点啊！啊，这车有点跑偏，放心吧。放起子呗，那听啥呀？来，快的。其实以前咱们俩在一块唠嗑，我都插不上嘴呀。今儿个也不咋的了，老了呗，完犊子了，没精神头了。来，哎，喝一个。那酒喝下去，话就拱出来了。哎，干了。那，啊，干了，多年不在一块喝了。哎呦，一生荣华，夜行吴，家境丰厚，福禄红，妻儿老小皆如意，不需劳碌自红尘。哎呀，你这命好啊你！纯扯犊子。适合从事的行业，你啊，航海、跳伞、导游、模特、飞行员、私家侦探。哎，这工资可都高啊！说我是白羊座，跟安徒生、马龙，还有白兰度。还有高尔基是一个命哦，高尔基咱知道啊，什么龙什么肚子咱不了解，对不对？高尔基在苍茫大海上高傲海燕高傲飞翔，词儿多硬，我跟人家一个命。我要是跟人家一个命，咱哥俩能在这儿喝酒吗？大酒店纯粹扯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别扯呀，哪能扯呢？你看啊，他写这玩意儿吧，是，你不能不信，打球的朋友也不可强信，知道吗？小时候的黎明期，你看这句话就有用了，叫妻儿老小皆如意。我叫小宝，毛头老值钱。你看你叫毛头，你说咱现在活啥呀？还不是老婆孩子。老婆孩子如意了，咱不省老心了啊？
小到大，先跟配我就应了这句话了，这辈子我就够了。对了，我去给你泡杯茶。我能做音乐到骑驴，能请偶像吃饭，其实不就是因为家里头省心吗？啊，好的，他们如意了，我就安度晚年了。小马，好啊，毛头，你瞅啥呀？就凭这句话你就得留着。不是，有人给我1000块，叫我陪你聊天。哎，喂，先生，你别走啊，我还没聊完呢，再聊一会儿。张哥，我相信啊，嗯，咱哥俩都有这命。嗨，你错了。光有命不行，命运命运，那是两码事儿。命啊，是老天给的。运是你自个儿做的，其实。哭啥呀？啊，你哭，你哭吧，等着。有事儿说事儿，你哭解决问题吗？是不是跟春阳的事儿啊？那你这孩子。你再哭我撂了。喂，喂，咋还喝酒了呢？那个网络商务到底是干啥的呀？啊？咋喝没话了呀？啊！老王，老王，嗯，你刚才咋不喘气儿了？嗯，刚才不喘气儿了。嗯，别喘气儿啊，还没伺候够你呢。晚上吃点啥？
我们进入下一个游戏环节。哎，这游戏非常有意思，叫做你来比划我来猜。有哪位朋友愿意参与的，现在可以举手了。哎，可以举手了。哎，这个姑娘就你了，来，哎，上来上来上来。好，哎，还有一位朋友，来来来来，今天就跟你上场来参与这个活动。来，这侧的朋友，来来来来，来过来参与这个活动来。这几位朋友来，三重保暖内衣啊，哎，冬天您穿着它不用穿棉裤，你看这多好。那朋友站着也是站着来，上台有礼品，有奖品。哎呦，哎，这大哥你想参与这个活动？啊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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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掌声鼓励鼓励朋友们来，来来来，哎，游戏规则刚才我都说了，你听懂了吗？好，那么下面呢，咱就游戏正式开始啊，你们俩谁来比划谁来猜？我来比划。啊，您来比划。好，现在正式开始。给两位鼓励鼓励，来，哎，上您这儿，不准出声，不准爆发啊，哎。家里有病人，完了那个，给病人送饭怕凉，用什么装？盆儿。不是，这怕凉怎么办？热热。就是，怕凉怎么办？盖盖。不是那个，这个东西是那个圆的，长不落的，完了带盖能拧的。钢笔帽。哎，对了，这啥？保温桶。好了，哎，来来，掌声鼓励鼓励了，哎，进入第二题了。冬吃萝卜，夏吃什么？不用大夫开药方。冬天吃萝卜，夏天吃什么？雪糕。不是。冰果。梦什么哭长城？女的姓孟，特别有知名度。孟庭苇。吃的是辣的。辣椒。这是什么？姜。妥了。大哥，要男士要女士呢？男士了。好。回去帮着宣传一下。那必须的了。点一个吧。不啊，谢谢，不会。提个小建议啊。好好好。就是我是这么想的啊，如果是有个小乐队儿，再加个男生独唱女生独唱，跟你们这个节目一组合，那宣传力度那就不行了。我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呀是那个铁路局宣传队，过去就是70年代那时候唱独唱的，手下一拨人。完你觉着要行的话呢，完了我就帮你联系联系，双方面一谈价钱就 OK。你看行不行？哎，可以可以。行是吧？可以可以。就我给你留个电话吧。嗯，好。嗯，闭。写这点吧。这个，这你看，这我叫王抗美。哎呀，音呢？哎，老毕啊，我老王抗美。那个，我叫老毕啊。我现在这边哈有个促销的活儿，啊。你这样，你帮我组织个小乐队儿，完了把那谁，就是跟你弟妹唱二重唱那个，那徐海燕，你找着，咱们来个什么呢？女生独唱，完了我再来个男生独唱，这一组合，那就行了，啊。喂，哎，信号不太好，那个老毕。其实也没啥意思啊，是啊，他促销的，毕竟不是艺术啊。嗯，那算了吧。嗯，那个你在哪儿呢？现在？是啊，啥时候去的？啊，要不要人呢？那我过去看看去啊。
那行了，那好嘞，哎，你等我啊。这是老王，我们一个宣传队的。您干嘛？去，给王哥拿凳子。谢谢。什么意思？那个，我是那个铁路局宣传队，独唱和领唱演员。特别希望在你们这个艺术殿堂上加盟一把。唱独唱啊？嗯。五十多了吧？五十五。嗓子还行。我们那时候唱歌讲究方法，跟多大岁数没啥关系，应该没问题。啥唱法的？是流行还是怀旧的？算是怀旧的吧。那就整两句吧。换个环境呗，你们演员们在什么场合都得整，这帮小不堪就给你抽条。那行，那个今年不是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吗？嗯，完了我就来一个那个长征组歌的片段。行，来吧。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。自从盘古开天地，三皇五帝到于今，历史上你曾经见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？雪海海野茫茫，高原寒吹断粮，红军都是钢铁汉，千锤百炼不怕难，雪山低头隐怨客，草滩泥沾扎营盘，风月
风。这个人字到底摇字高，站不住了。摇字头上有三点儿，人字儿叮咚。The exonerated construction。妈呀！妈呀！妈呀！修车老桥头呢？没出来。咋的了？有日子没来了，老了干不动了。哎，师傅，我有点急事，帮我先看看呢。你给他看看。这花了一天了，这是练盒子。完了。完了。多少钱？一块钱。七毛钱行不行？你说呢？看点啊！快钱呗，会不会？五十的也不开啊？那玩一把吧，玩一把就破开了。破不开。母亲多少钱呢？一律一块。废纸还六毛钱一斤呢。来玩一把，这就对了。人生能有几回搏，是不是大哥？我试一把啊！哎，不带试的，小本生意。来吧，以白梯子为主是吧？对，走，往前。啊，对。哎，对。洗发水，这不挺好吗？嗯，再来吧，大哥。不不不不，还有其他奖品的。不来了，不来，走，找钱，快点。十块，二十，三十，四十。哎呀，你快点吧，我还老婆等我做饭呢。急啥呀？你这要是假钱，那我老婆就没饭了。四十九，叔叔。奖品快。袋儿的，那瓶的我不赔死了吗？是不是？你等会儿啊。啊。你这玩意儿好像有说的。没说的，哪有说的？你看啊。回来。回去啊。回来。
再回去。大哥，再给你打，拿一杯，再拿一杯。你这玩意儿不用别的奖品，有洗发水就够了。哎呀，大哥，再拿一杯，走吧。你为了谁呢你？来来，一块钱。破钱咋这么长时间呢？本来修车的人就多，你这破车往这一横，老半天也不回来。说你的态度，你得注点意了。你可别以为满大街就你一个修车的。哎呀，赶紧多几个吧，这两天忙得我脚打后脑勺好几回了。你牛什么玩意儿啊？你牛啊？我哪有时间跟你牛啊？早知你这人这么磨叽，那三毛钱我都不要了。哎，少几块钱。现在不要来得及。哎呀，拿着吧。这家牛的，该干啥干啥去啊！来来来来，上上。让让啊！怎么呀？这是。慢走啊！回来吧。怎么样？大军，大军，啊，萝卜呢？吃了。你说你吃点什么玩意儿不好？怎么单吃萝卜呢？吃萝卜咋的了？那是给你妈顺气的。那非得今天顺呐？非得今天顺？吃你个破萝卜！你瞎闹的啥呀你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说你？你妈住院这么长时间，你去看过几回？我不一直也给家里办事儿呢吗？办什么事儿了？你办事儿啊？哪件事是你办的呀？今天我就给家里办个事儿啊，我给我姐报仇了。报啥仇啊？把赵春阳给挠了。挠了？你那小子在外边扯犊子，完都整家去了，我姐给堵屋了，那俩人在床顶咣当拉碴。能说啥呀？我没动手。大影和小霞一人一下给奶奶干个警。孩子也没吃啥，出去吃点饭。杀李大人的，北京多云转阴，6到12摄氏度；哈尔滨晴转多云，-1度到9度；长春晴转多云，-2度到12度；沈阳晴转多云，0度到14度；天津多云，7到17度。西安阴转晴，7到20度；拉萨多云转晴，5到18度；成都阴转多云，12到17度。
呀，王师傅。哎，给你送花来了。啊。哎，你看，这屋里一下鸟语花香了。来，快坐坐。哎呀，是不是得脱鞋呀？啊，不用，我这没那么多讲究。哎呀，这家伙没事，你得拐步就进来了。这地板呢，这是。哎，我算卦。哎呀，来，嗯，抽根你姑爷这好烟。哎呀。哪个也不如这个呀，换盘了。哎呀，养花好啊，心里多憋屈，一看花当时就喝了。养花心情好，嗯，振奋。你看我那小屋不大，养好几十盆呢。哎，王师傅，嗯，这花养太多了，对人也不好吧？不一样，分公母，那个公花养人，母花伤人。这花还分公母啊？开花的是母子吗？不开花是公子吗？我们家全是公子。哦，嗯。弟妹呢？啊，给学生补课去了。哦。你嫂子让我给弟妹带好呢。哎，对了，嫂子那边怎么样？还行吧。那医药费不一直都给报着呢吗？那倒挺准的。老弟啊，看来昨天老哥说的那句紧不到哪儿去有点吹了。哎呀，差这几百块钱真吃劲呐。老弟，你能不能从你这个角度跟单位不是那么回事啊？是啊，关键是没这个先例。像嫂子那营养费一个月需要多少钱？450块钱足够的。像你姑爷他们条件那么好，不能给老人补点儿？这都咋的了？这都老提他干啥呀？我是我，他是他呀。行了，走了。那事不说吧，心里刺挠的，说了也就痛了。哎，王师傅，你拿花就行了，这玩意儿我有。不是，那个白天那个超市门前不促销吗？完我上去参与去了，完得的，完我爸也没有像样的线衣。哦，这给大爷的，我直接看我爸去。那快送去吧，完了再得的啊。不用不用，哎呀，你给大爷带好啊！行行行行，行，那我走了。哎，王叔，您没事就过来串门。行行好，哎。给他们烧开水呢。
哥来了。哎，打麻将呢啊？那打两圈去。不了，你们玩你们的。那我过去打麻将去了。哎。袁朝呢？梁总摆不下，上别人家玩去了。这一天到晚呢，成了营生了。他那床子还雇人卖呢。嗯。一天多少钱？30。说是卖货累。你说整天整宿的玩麻将，他也不瞧出来。钱呐，眼看着叫人家挣了。你说袁超和你是一个妈肚子里出来的，就差那么几分钟，他咋就像俩妈呢？事儿啊，没啥事儿。严超在隔壁麻将馆打麻将呢，有事儿啊你就给他打手机。好的，我听爹说，怎么的，你雇那个人30块钱一天呢？啊，不行换个人呗，20块钱足够的。多大岁数啊？50多岁。那不行，岁数太大。这一天连吆喝带喊的，岁数大了他顶不住。哥，你跟爹聊啊。媳妇儿咋样啊？行，我退了。紧了吧，这回。那姑爷咋说的？我给你弄了一套线衣，明天洗个澡换。哎呀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知道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没事儿。这一天呢也没有一顿像样的饭。中午买了块烤地瓜，都吃了两顿。吃碗面条去。喂，都吃了，吃啥面条啊？那烤地瓜能饥饿吗？那个，哎呀，咋不饥饿？这么大一块呢。你吃碗面条，你怕什么呀你啊？咋的了？咋的了，大哥？黄子，
你们玩不怕，老头得正经吃饭呢。老吃烤地瓜不行啊。啥不行啊？我这牙口能吃啥？撞了！待会啤酒你给我干打了，你知道不？哎，这大哥你得有句话，你得给我道个歉吧，你是不是？哎，你给我道个歉，你听没？我让你给我道个歉，你都不知道你岁数大，我他妈整死你！张所啊，怎的？啊，张所，怎的？张所来了，我正不想活了。怎的你？欢迎张子来。怎的？欢迎张子来来。怎的你？张子张子。怎的你？张子张子来。怎的你？张子哎，怎的？张子来来来，张子。我说，我出来跳舞。
marcha la playa. La bomba estalló. Las radiaciones tostan y matizan de azul. Vamos a la playa. Vamos a la playa. Vamos a la playa. 雪还寒吹断梁，红军都是钢铁汉，千锤百炼不怕难，雪山低头隐怨客，淘汰一战营盘，风雨起舞更阴，野菜充饥制约间，只